现场，我们又来到了崇越的五岭杯，好像有一年没来了。哦，不止一年了，因为去年好像没有办的样子。前年我有骑吗？前年我跟凯哥约骑，不是吗？所以今年呢，办了一个人数非常非常重，破千人。对对对，而且我看了那些妖魔鬼怪们呢，都有来，也没有少哦。没错。那其实今天呢，我最主要就是来实践我的承诺。嗯，那大家应该有看。圣诞节交换礼物都会知道，丹尼不小心被我推坑了。对对对，所以现在请苦主进场。来，苦主，魔苦你家，我们等了半年，等了半年，有没有好好练习？只有练三四次。我跟你讲，丹尼真男人，直接28T骑上去了，好猛啊！对啊，反正会来不及跟他讲了，没关系，就这样子，可以啦。所以我真的傻傻的上去就好了。对，傻傻上去就好了，不会很困难啦。真的吗？我在想起要第一次骑大雪山林道的时候，他就骑那个。一般的那种越野车，他就爬上去了。山车当公路车骑啊。等一下，就是各自己顾自己哦。对，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啊。好，因为我也推不动你嘛。啊，那个洛克哥啊。对。哎，不行，他要推我。真的，他有两只。他是我御用的。抱歉。好的，加油。好 ，OK。小贝。嗨。小贝最近练得非常的勤，因为为了五岭杯。他说一个礼拜骑300公里啊，吓死我了，比我还多。对，我一个月都还没有骑200。我真的没有。第一名，好可怕。好，小贝就是要跟李四那一挂一起出去的。哦，好哦，李四小贝加油，小贝加油，加油加油。来，接下来卞庆华，他也是偷偷练很大，而且身材这么好，一定得练。我就知道了。没错。是有偷偷练一下。有哈。那我觉得我等下有完成。没有问题，我跟你讲，他们都是五岭菜鸟，都第一次。第一次哦。但是都有认真练，厉害。对，然后接下来还有演员。Hello， 这也是没有什么练习。别人说他只骑了一次，傻傻被推坑的。好了，雨林加油。接下来我们就是路上聊天。好。那个可怕的团队，这三个骑在一起都没有好事。等一下你们骑经过我，不要嫌我太慢，踢我一脚哦。要每个推你一把，推一人，要记得让我们。可以吗？还要站着推上去了，不错哦。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垃圾桶都是谁讲的？现在是垃圾桶一个。这垃圾桶大概这么大。说走就走，对，无理说走就走，无理说走就走，就是他。好，他们现在的目标都是非常可怕，大家不要知道。好了，你们注意安全。大家加油！加油！加油！八月见。他们准备吗？对对对，那个没报到啦。我们的前导车没报到啦，被秒杀是不是？好啦，我私下帮你处理。Chest on my chest， 熟悉的地方哦。哦，对对，大家几乎都从这里开始。Be my lover, be my best friend。你也想进吗？没吧。你以为我在跟你讲昨天晚上跟你说腿酸是跟你客气吗？嗯。我是真的腿酸哎。没关系，我跟你说，今天很多人第一次骑。哦。陪着他们骑。OK， 好像。哦，好重。吓死我了！靠，吓死我了！We left New York City with our windows down. We couldn't see the trees and it was too damn loud. I will stand on your border and I'll search through the clouds. Yeah, we left New York City with our windows down. 可恶，追小资的！你确定？你得冷静一点，你追他没什么好处啊。而且他会一直给你开间歇哦，太没良心了吧！我要绑绳子，可以哦。让他在远方就没电。哎呦呦呦呦！你看他，他那个飞轮是几个啊？25的，28了。嗯，28吗？28而已。28吗？看起来像25哎。真男人！哇塞，你十八岁，18岁。我们这边有一个真男人啊，我这边也真男人。28飞轮，28男人。你不要撇一下，
你我很害怕你这样子，我分心了，可怕你们太开心了，是不是？应该早一点跟我说的。没有，来不及了。当我知道你二八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想算了。来不及了。对。那他可能要俗称的五尺笔是多少？五尺笔就是指都超大超大的那种。哦，五尺飞轮啊。是，后面大概40吧。哦，刚刚小四跟我讲说，我剩下20几分钟哎。我刚出发，你这20几分钟怎么回事？啊，怎么耗电那么快？哦，没有，我是说记忆卡。我说你吓死我了。不然他是在前面而已。我想如果剩下20几的那个电力的话，就干脆物色停，不要再上去了，回家回家。We left New York City with our windows down. We couldn't see the trees and it was too damn loud.I will stand on your border and I'll search through the clouds. Yeah, we left New York City with our windows down.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陈子关过了哦。每次我过那边，我就看到那个，就心情很不好。不要这样子啊！干嘛你下来？悠哉的拍张照。哎，我平常。平常没机会耶，哎，那我们的丹尼去哪里了？丹尼去哪了？演员还在后面。演员，我还以为你跑到前面去了。刚刚一个红衣服又在追他，哎，对不起，让你们等很久。没有没有没有，我刚刚以为红衣服前面的是你，我一直咬着他，我想奇怪他怎么不理我。第一个坡这么难，还有更难的。这不是第一个坡。各位往前，最轻的人，往前看，往前看。你是小石怪是不是？啊？外面有没有蜥蜴群？对啊。真的吗？对啊。走。走啊！是说走吗？是说走，不是走。啊啊！不要乱开关键字哦。It's raining day, can't see the yellow lines anymore. The next exit has a church, then I know what I'm praying for.越来越难了，非常的正常，只会越来越痛苦。丹尼呢？丹尼应该不会太远。你们家的黑糖哦？对呀。黑糖跑不见了，搞不好去 seven 去喝两个多了。各位，我们还有很长很远的路。快了快了，哥哥怎么没有来？哥哥那时候骑完大雪山林，他就已经拒绝我这件事情了。starts to ring, but it's all in my mind. She said, "You." 几点？对。对，我们11:05就到了。我们要从零开始。快到。又归零。看到黑糖了。黑糖在前面。黑糖啊！黑糖，你等很久了吗？你等很久了吗？等到冷掉了。好。哥哥需要推。跟你换车。叫他来啊！我先问说是不是电扶车，一说是，马上说好，二话不说立刻答应。不错啊，愿意骑电扶车上来就已经很棒了。也是了。It was all just a dream. It was only a dream. As real as it seemed.Just a dream. It was only a dream. 第一个补给站到了，过来过来过来！可恶的家伙！跟我讲你没流汗哦。很正常啦，前面坡本来就没有到很陡。我跟你讲，这个太阳温度哦，晒到我有点不想走。不想走了是吗？很舒服，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我可以在这里等那个我们是不是骑的骑得太舒服了？加油，有点志气。内弯扛不上去的话，往外弯走。我已经往外弯切了。我对你没有那么的热心啦。我想说你要跟镜头说，你要跟粉丝提醒，我以为是你要跟镜头说话。你一定不用跟我讲，我这里很陡，很陡，很陡。
力还算可以。可以哈，快不行了。很酸痛。酸。没有停过，很酸。嘿，嘿。小心了。嘿，嘿，嘿。你们要停吧？停啊。哦，我们现在已经骑了35公里了，这里是差不多台14甲11K 的地方。11K， 对对对对，还有20，差不多，很累啊。最高小七吗？对对，附加门市，我骑到胡子都长出来了。我也是，我也是长出来了，真的。好累，旁边这个都是一直走哎，真的。主要在制造那个武林很轻松的错觉，这才是武林吗？不要骗人，乱讲，到时候以为武林就是打大盘啊！来来来看，打大盘，哇塞！对，改名哦，以后叫大盘轮。哎，先不要。从这里开始，18K 的地方，只有3个人以上的小客车可以上去。嗯，然后10分钟放行20辆车，所以会大幅的减少上山的车流。没错，大概大家在5、6月的时候上武岭就是要注意这件事。真的，假日的话管制对。好，我们来修一下。好，谢谢。这个是水胶吗？还是胶？哦，胶啊。好哦。不，吞一个胶好了。为什么还有饼干？麦克士哎，人家换的。是这样换的。人家是用换的，我真的那我跟他这个换。当然要拿饼干。那交给他换，对。拜拜。拜拜。开，我小快一点。你怎么这样子？怎么这样子？脚就走了。没说谢谢。不然不能说谢谢，要说谢谢都会掉下来，饼干会掉。主人家回家。新的垃圾，然后我要在这里给你 say goodbye。好，你要冲了是吗？也冲不起来了啦。您快抽筋。哦，那我也是啊。先做拉拉队，加油。那你那个位置像是要卖高丽菜。是吗？来一粒，老板一粒。我没话。买一粒送一粒。Dismantled and lost it. The summer winds came with your voice so soft, and the ocean moved. When I first saw you, I swear the ocean moved. 黑剧，黑糖果算没变。那今天哪里呀？24.5。24.5，我们在2K 就可以看到它的。高了，可能坡真的太陡了啦，耗电会比较快。对，他体重又有。24K 成功，半空公园。哇，可以了，谢谢。来两张。哦，不用谢谢。分多一点啊，分一半，免得我胀气。干嘛那么客气？我还有啊，没关系。我今天绕赛绕的要死。那还有办法？可以多少呀？可以啊，可以啊。有可乐吗？有可乐，我在帮你问的。喝完可乐，喝完我就下课了。等一下，你完全没电啊？怎么会这样子？对，我还要再靠2公里嘛，然后给你换车。你踩得动吗？我不知道你踩多少啊。我们的计划是给一轮姐姐推。我先弃权。别闹了。没有，我们的计划是还剩下7点多公里了，对不对？对啊。慢慢踩。后面的叔叔都很慢。所以慢慢来。轻轻踩可以吗？推我。会很重吗？不会很重，但我觉得踩高回转弯好不舒服哦。就慢慢踩哦。耶！我终于骑到电扶车了。电扶车。
对，没有电的电扶车，靠腰，你没电才丢给我。很感动，问题是没电呢、啊，真是笑死。还好吗？我变两台车。我累了，我累了。丹尼叔叔也累了。大家加油了。转太陡了啦。十二点以前应该是可以到了。嗯。为什么一直在把那个龙尾路放宽呢、啊？从十一点一到十一点半到十二点。那会到十二点半。五岭 N 灯，不知道上了几次的，但是牵车手的，有对，还牵载那么重的车，多亏小子的。哎，可是你们是完全没电吗？你是怎样？你是精力过剩的，还给我换衣服跑下来？这个牵车团有多大？还以为只有你们两个都遮住了，然后就有走来后面这么多人。对对对对，没关系，不寂寞，牵车不可耻，牵车是对山的尊敬。这真的是太有趣了，看看我们的牵车团团员们，黑糖想要骑上去，我们就牵往前一点点。个没有骑过五岭的人，通通是新手。对对对，然后就推坑推坑，难怪。来来来，小贝，嗨，小贝今天骑得很不错哦，四个半小时。其实我骑完之后我没有太累，对不对？更累的是我要跑下来接我老婆，然后帮她推上去。你没有？嗯。他后面是自己走。OK， 把最后面，最后面。他老婆就说：“啊，小贝好严格。”最严格的教练。没关系，严格才会成长啦。对，没错。对对对，然后因为不进则退，这样子一定要。你老婆也很棒了，因为她其实是一年半前才开始运动，不然小贝说前面一辈子都没有运动。OK， 轻轻的运动的是没有这样训练，要当做一个 sport。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好。对，你们有增进夫妻感情吗？有，因为我们一直这样子那个处门一下，但是共同的时候，我有时候有点太严格啊，但是我有看到他的进步，让我感觉很感动，对，给他一个拥抱，对，嗯，很棒，那你也很棒，第一次骑五岭就这么强，对，不会再骑，因为还有那一边哦，哎呀，还有那一边哦，奶奶说就有一个电动的脚踏车，我就来了，千万不要会没电，我宁可用电动的，再亮个电池，对，因为第一次骑这么好，第二次要破 PR 很困难，对。好啦好啦，小贝恭喜恭喜，谢谢恭喜完赛，好，那我们就来找下一个人。好，走。接下来是圆圆。圆圆也是被我推坑的。对。圆圆也是第一次骑五岭。而且你知道，一直到前天，我不知道要六个小时，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你没有任何的概念。然后我上网看，我看六到八个小时，我觉得哦，怎么办？你看，你仔细看他，你看他，圆圆他骑到胡子都长出来了。哇，好辛苦哦，真的好辛苦。啊、我发现这样子讲一讲，圆圆的很多的第一次都是跟我以后，然后我都发现都好累啊、哦。我喜欢累啊。你喜欢累？其实就是一个对，又累又痛苦，但是很开心。嗯。对，有那种活着的感觉。而且每一次你选更好的活动，就是慢慢增加难度。啊，对对对对，所以前面百 K 我也算是有尽责的帮他们做一点热身，接下来他们挑战五岭不过分。没错没错，可以。好，所以今天骑起来感觉很开心，很开心。接下来是丹尼。丹尼。丹尼第一次来五岭是这样子的。丹尼，丹尼这是演的。丹尼刚刚都跳起来了呢。没有，刚刚是切的样子。啊，哦对，因为切的切蛮久的。因为上不来，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踩不下去了，受不到力。啊，对了，真的啦，因为有时候真的用走的还比用骑的舒服。真的，我觉得在走的时候感觉是在放松我的肌群。啊，也可以，最后的收操嘛。嗯，对对对，今天骑起来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比快。要到小健这么累，快要超出我的预算了。小健很累耶。对啊，可是我觉得小健，因为他要走一整天嘛，但是这个至少半天，
但累的程度我觉得好像都蛮累 的。大家的价值观真的不一样。你给我的话，我宁愿骑上来之后溜下去再骑上来。大小健真的不行哎，我真的不要。大健小健那个看天梯我就不行了耶。大健可以，小健不行。小健真的会比较累。对对，我觉得小健真的比较累。好吧好吧，那今天骑来的感觉就是难忘。对。一次就好，一次就好，一次就好，不会忘记。嗯，对，没关系啦，很多人会说一次就好，然后就像又就不知道了。没有，那个生小孩一样，那个不要再生了，结果又再生第二胎，那直接黑名单，就不知道喽，直接划掉，直接划掉。没关系，下一次我也不会陪你骑了哈，下一次，但是你自己骑着不小心骑出兴趣，你自己就会想骑。师傅引进门，哎呀，休息就在这。对对，接下来就看自己啦。好，那。单车毕竟是一个也是跟爬山完全不一样的运动，期待你可以在单车上面找到更多乐趣。有，我就觉得说，我刚刚讲说，我们上来基本上都是坐车上来，其实都在睡觉，下山的时候也是在睡觉，都没有看到很仔细看到这些风景。那我们骑车就是慢慢走，慢慢看，对对对，真的，慢慢的享受。没错没错，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吃泡面时间，上来山上，就是要吃泡面，因为很冷，所以大家记得上五岭呢要注意保暖，因为上面非常的冷，然后就会有很多的风啊，然后对，就是这样子。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订阅、按赞跟分享，然后追踪我 IG 跟 FB， 我们下次见，拜拜。